再给我呀。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是2018年6月27号，是我的34岁生日。哇，顿时感觉苍老了很多，快35了，过了35不就奔4了吗？爸爸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！ 谢谢，坐一个自行车每天跑长，我放学回来可以吗？现在还不行。为什么？晚一点可以，等你大一点啊。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看了 Cassie 的 vlog， 然后想要模仿她，在生日的那天开始拍每天发布的 vlog， 然后大家都知道了，我失败了，所以我觉得。可能以后每年的生日都会想起来这个事情，都会觉得好不甘心啊，还是想把这件事情做下去。但是呢，每天都是一些无聊的日常，像我现在在接 Lucas 放学陪他玩。我在尝试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想要把每天发布变成每隔几天发布，在数量上降低，但是在质量上提升。嗯哼。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会在我的 vlog 里面手动输入字幕，把我说的话都打进去，那个工作量真的是挺大的。但是这段时间没有发布 vlog， 我想了一下，我觉得可能追求质量的基础是你要做够一定的数量，真的要每天都发布。不说每天嘛，就是经常，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情况的话，争取每天都发布。这样的话，在一个数量的基础上，可能你才会有质量的提升，你才会有形成自己的风格。所以今天又是我的生日，我重复去年生日的时候对自己发出的挑战，我希望我每天都可以发布一集视频。我不敢称之为 vlog， 因为可能它只是一个简短的对话，或者是一个很简单的甚至一分钟的视频，但是我会尝试每天都发布一下。我希望大家不会觉得我的视频太无聊，我希望我可以在我的视频里面传递一些讯息给大家，希望跟大家可以多一些的沟通和交流。祝我生日快乐吧。